那这种画风应该不常见啊。还真常见，我告诉你，说好了是看两个总统辩论，结果你看到的是俩老头在那掐架。哎，为什么说常见呢？因为感觉啊，他们不是在争当一个总统，像是在争那个同乡会的会长。有很多同乡会选会长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